好不好？你说，没事，你说。不是，我在家里面，我跟你待在一块，你不都嫌我烦吗？对呀、啊。真的，我好可怜。你们告诉我们，你们来接我们，真的，我终于知道，我终于知道这几天你不在，然后。我真的有点不习惯，然后一个人在家好害怕。这个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有什么意见吗？看一下，我看一下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是怎么说的啊。然后还没点赞的，点赞继续的再点一下。现在73万，点到100万，行不行？你叫你再泡杯茶。是的，是真的呀。你看我都快要哭了。装的对不对？你是不是装的呀？是不是你演技挺好的这？没有，我真的好害怕。不，你演技挺好的，你不去演戏可惜了。我要不要安排你去横店？啊，横店去拍戏，你这演技太好了，这他演技啊！偶像，我真的好害怕，我知道错了。哎呀，这演技太好了，来再演一个，来3、2、1，哭戏，来走一个，来 action。偶像，我真的不是装的，我很害怕。哎，真的不到位，我得给你推荐几个导演才行，啊，太会演了，这姑娘，这声音。没有妹妹，你就跟偶像说嘛，我一个人特别害怕的。那行，那你给我笑一个来，来哭一个。哦，对，我有个导演在演一部，在搞一部剧。那剧里面的话，他需要个傻子，你去演那部戏吧。就刚刚那个笑点，那个笑点都特别像。没有。别上当了，对不对？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我是信他呢，还是不信呢？对，他，这怎么的？后面后山起火了，还是怎么的？这佛光普照的佛光，在旁边来多夺一下眼睛，快点，多这样把眼泪夺出来，夺好没有？来，3、2、1，开始。还没躲好吗？多吐点口水。你一看就装，你看这装。这也不是。你看，是吧？太会演，这太会。妹妹，你快点把我说说话好吗？我真的很害怕，我刚刚听到了什么东西了。他哭了，他肯定在直播间里面哭，怎么可能在旁边就是用手躲自己的眼睛呢？妹妹，你快点跟偶像说，我真的好害怕，我把钥匙一弄丢了，然后我现在一个人在外面，然后我现在真的好害怕，然后要不你们来接一下我？真的哭了吗？真的，偶像，我知道错了，你们快点来接我们，或者要给我借点钱。我把钥匙都不知道弄到哪里去了，我都怪我自己不好好的把钥匙保管好，现在一个人在外面，我很害怕。我问一下我。真的你一个人吗？现在。嗯。等等啊。你看，全都是树林。然后还听了一些乱七八糟的声音，哼，快点！大姐，你刚才去哪里玩了？现在都9点了，你为什么晚上才回去啊？你快点跟偶像说嘛，来接我，要么就给我借点钱，我真的进不去家门了。借钱？借多少？5000还是5000？所以我也想你们两个了，要不，你们两个来接我。那个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要不要信他？要不要信他？别上当，对不对？相信他。他真的哭了，他真的哭了，对不对？你是个好演员。还是算了。你还有事儿吗？没事的话，我走了。要不他平时不流眼泪？他平时不流眼泪，对不对？那又他在旁边用手这么一躲的话，要流眼泪啊！大片的，要不实在不行，我给你演一个。妹妹，你快点跟哥哥说，你看他都不信我。要不我给你演一个呗？哎，见不见？真的是气死了！啊，我抓了那么久了，难道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吗？哦，现在才是真实的他，对对对，现在才真实的，你吓我一跳。
你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，你神神颠颠的你。哎，能不能嘛？我现在真的一个人在外面。不是姐姐，你不要这样子呀。人家都哭了那么久了啊，什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，什么人？不是你哭了这么久的，你哭了，你哭是你是你不是为了这个事情哭，你是想着哭一场戏，然后我给你发点，我给你借点钱，是吧？嗯。不，他没有。你要是真的啊，我跟你讲啊，你要是真的。哎呀，敖西，我给他发语音了，你一会儿过去就行了。哦，好，那叫他快点来接我。哦，那个拉水泥的车还没去接你呢。好。住有住的地方了，我刚刚都被蚊子都咬死了。这么晚就睡了，太难了，被蚊子咬的是都快要起包了。行，可以，我给他发了。好，我要睡了。你就去叔叔家睡吧，你别下去了。我天哪，你怎么这么……没事啊，就一个酒店，他拿钱我是不给他的，对，他拿钱我是不给他的啊。我回消息了。好。他说十一点以后才有时间，你就在那个草屯蹲着，你等到十一点的时候他去接你，好吧。几点？十一点，现在才十点嘛，再等一个小时，再问一下一个小时的蚊子，好吧？啊，他在干什么？为什么要等到十一点？那人家来接你，你还那么多废话呢？啊，你不能跟他说，人家已经坐在这里很久很久了，叫他赶紧来，我都被蚊子咬死，我很害怕的。你想一想，我一个女孩子坐在外面。你一会儿啊，十一点半以后再去接他，好吧？一会儿十一点半啊，一分都不能迟到，一分都不能超过，十一点半。你一会儿啊，十一点半以后再去接他，好吧？一会儿十一点半啊，一分都不能。十一点半，他说十一点又超了半个小时。啊，你在那里坐一会儿吗？没事吗？你这不是肉多吗？那不肥肥的，那血又多，好喝。那蚊子今天晚上的话，今天开大餐了。啊，十一点半，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不说话是吧？不说话，我让他十二点。不想跟你说话了，啊，小猫，叫他早一点的，想叫你跟他说要十一点半哦。那人家十一点以后才有空的嘛，那没办法的嘛，这个怎么搞？十一点半行不行？不行的话，那，我叫你让他早一点过来接我，谁让你叫他十一点半啊？十一点半的时候都，你看现在才几点？现在十点都还没有。那上面那个项目，我叫他十点半来，我可以等他半个小时。那项目部里面就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，那人家过来，还有现在还有事情，人家说是十一点的时候过去，你说要来，我现在要命令他十一点半的时候去接你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啊，你不用去接他了啊，他已经找到车了。啊，现在说。啊。啊，你不用去接他了。快点，你快。要接，要接。让我撤回了，我可以撤回了。啊，我撤回了。十一点半啊。嗯。嗯，好。好了，你们玩你们的，不要连麦了。滚吧。等着啊，不要移动位置啊，移动位置他找不到你，他接不上你，不关我的事儿啊。嗯。好吧。你这又是干嘛呢？你这什么？你这又是干嘛？都躺在地上。我只能躺在这里了呀。啊，你就躺着吧，就躺一会儿，一会儿时间就到了，这怎么？对，
你不是说11点半才过来吗？我只能这样躺在这里。对，1点半你就睡在那个地方吧，好吧？嗯。嗯，好，听话就是好事儿。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还没点关注的话，点点关注啊！就在上方这个地方，对，咱们集体点一波关注，看一下咱们今天的粉丝还能突破1000不？能不能达到27.8？可不可以？有2个人。嗯。还有人在他旁边。还有人在他旁边，对不对？他们看到了朋友圈。他旁边有人。嗯。他是不是想要骗钱，然后去玩哦？他这个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？上当了。你感觉他故意的，对不对？刚才卡了好几下，有人一直吹他。哎，这不会是大漂亮搞了一场诅咒计吧？是不是直播间的哥哥姐姐，是不是搞了一场诅咒计？哎，我得问一下。喂。你是不是自导自演了在这里？怎么自导自演也这种事？你不会搞了一场苦肉计吧你？哎，我什么是苦肉计啊？你又没有给我钱，对不对？你叫个司机过来接一下我啊！啊，我又没骗到钱，我有必要吗？那大三更半夜的叫人家过来干嘛呢？啊，真的奇怪，旁边没人就没人嘛。哦。什么有人啊？啊，你们又啊？真的是，你们不要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啊！真的是，真的啊！我说没有就没有，谁想在外面这里一直在这里被蚊子咬呀？有人对不对？没有人。等一下没有的话，把你们眼睛全都挖下来。啊！好，看，看，看，哪里有人？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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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了没有？反正可以，你一会儿下去啊，旁边一会儿我让那个项目部里面的那个员工接你下去的时候，你跟着你坐他车就行了，其他人我不带的啊。有鬼。明白？嗯。嗯，好，就这就够了，嗯，多睡一会儿吧，那就啊，直接挖个地把自己埋了，明天发芽。种瓜得瓜，种果得果了嘛？种大片量得大片量的嘛？怎么？是不是？上当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上当了就不行，咱得先问一下才行。哎，我问一下你，你现在是？那你比如说刚刚你说是山里面没车了，对不对？嗯。没车了，好。嗯。那没车的话，你比如说刚刚我给你发500块钱的话，你怎么坐车？去城里面打电话呀，打电话叫他，叫那个司机，那个什么专门跑车那个上来接我呀，跑车的上来接你啊。那你这500块钱来来回回的话就300多，那你要去住什么酒店呢？现在是不是一个酒店的都要160左右？那多余的那只看见每天没早餐吃呀，或者每个放个吃回来就可以了呀。真的是不是晚上包车是不是很贵的嘛？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啊，真的是我怎么骗你们钱了嘛？300，哦，还多200，啊，看对啊，200，开个房间费呢？看来是真的，看来是真的，对，这大片了，刚刚确实有点像真的，但没事，就也没什么亏的，就亏个酒店嘛，对不对？亏个酒店啊，一会儿去酒店住，准备跟谁一起住呢？大片了，没有跟谁住，我挂了，我手机快要没电了，手机没电了。嗯嗯，手机没电的话，我跟你讲啊，一会儿我把你号码发给他，他联系不了你的话，你就在这荒郊野外就喂狼吧，你就啊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我挂了，我等一下要接他电话呢。啊，对对对，你得保持电量呀，那才行啊。对，我要下播了。可以可以，好好好，那行，你那个一会儿等着他电话啊。嗯。啊，等着他电话，嗯。先这样，这怎么挂的？不知道。好。